李宝娜，你现在一定要给奶茶，这皮肤看起来跟他就好的呢，我过来当门看麦。好 Q 弹，好细致哦！我知啊，一定是因为哦，伊人好山好水，而且温泉搁伫恁岛边啊，所以你自上个大汉去泡温泉对不？你皮肤才会真好。这无嘞，我细汉的时阵哦，若是有时间，我来陪我妈买番薯啊，哪有咧泡温泉？哈，安尼就可惜了呢。所以你都无泡过温泉哦？嘛是有啦。等我大汉以后，我带班的同学来宜兰找我，我就会做伊的导游，就会跟伊做伙来泡温泉。所以安尼讲起来，你的皮肤好是天生丽质，真正好像就很神。啊，不过后来想想的，我嘛真正就后悔，应该替阮妈搁伫的时阵，常常带伊泡温泉。袂啦。阿姆即马一定知影你想要讲话，知影你的意思，所以为即马开始，你就连伊的婚做伙跑，安尼唔就好啊？嘛是啦。我借问一下，你到场练为杀气，拢走去倒位啊？麻烦你，把气票摕出来啊！永琪，我甲你讲哦，泡汤的时阵哦，这水哦袂当超过心中，那无你就无爽快。而且袂当泡伤久，嘛袂当泡伤少，知道不？想袂到你对泡温泉这么了解，因为我较早做导游的时阵哦，有淡薄研究。你看。我即摆规身躯哦，拢烧火火，我要去抢先，哈，周永琪，你在看奶茶身材对不？我跟你讲啦，那身材好哦，大小不是重点，比例好才是重点，你知不？好啊啦，卖搁看啦！若是讲你想要长出奶茶呢，那不是无法度的代志啊。你敢可以叫我见见我的前男友，伊是医美医师啊。我看你要是想要凸哪里、凹哪里，伊就好多替你瞧哦。我连刚刚去介绍给你啦。你到底是我的前男友啦？而且我不是在讲这啦，我根本不是在看奶茶的身材。无，你先看啥？奶茶，伊个小腿顶块有一个疤。哼，拜托嘞，人没有十全十美，哈无，就算是我完美女神，嘛是有缺点的啊。反正我的缺点就是，歹势啦，我真不是哦，是无我什么缺点。哼，你的缺点哦，都伤过自恋啦。拜托 ，excuse me， 这叫做自信。好啦好啦，我若是有你一半的自信就好啊。哦。那个真简单呐、啊，就好我这个完美女神，有无比的自信，啊，够勇气，够你一挂。嘿，嗯，好啊，既然哦，你完全都无缺点，那呢，我就把我的缺点，给你一挂。